很多人问啊，更年期它是一个病吗？啊，这个问题呢，实际上可以分两个方面，你可以认为它不是病，啊，你也可以认为它确实能够导致疾病。因为更年期呢，对女性来说，它是一个生理过程，每个人都要经历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，它可以导致一些病理性的改变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说更年期综合征啊，它是一个生理性的问题，它不是疾病啊。你也可以说它最后可以导致疾病。